是你，姓孙的，苗二凤在哪儿呢？哼，无耻之徒，想见苗大侠，先过我这关。好大的口气，让我南海鬼王先来翻翻生死簿也好，让我替苗大侠报伤眼之仇。知道阴谋老怪他们事情办得怎么样，你去查探状况。是掌门，跟我走。
苗大侠，妖王谷的人来了。多谢小兄弟。姐姐，跟我来。先闭气，喂好。药王谷的人用毒了。胡大哥，林姑娘。胡大哥，苗大侠，这位便是药王的弟子程灵素，程姑娘。程姑娘。兰儿，兰儿，爹爹来接你回家了。苗大侠，这是我跟他的恩怨。苗大侠，你先照顾好孩子，此人交给我吧。小兄弟。兄弟，切勿以力碰力。切勿以力碰力。
日。怀中宝月，一门铁山，杀僧带佛，要他翻身。关平献印，夜叉探寒，奇怪，小兄弟这几招虽然有苗大侠的指点，却总是抢在苗大侠前面。上部抢刀，亮刀手。浪子回头。掌门，掌门。你究竟是何人？你为何要害我？我为何要害你？那你害我就不算了吗？我的孩子因为你没了。你孩子？你还记得奶奶来找过你吗？她只不过是因为思念孩子，想见他一眼，你就狠心地把他骂走。她当时已经怀疑我的骨肉，我田归农的孩子。奶奶心痛，没过几天孩子没了，走了，死了，都怪你。孩子，爹爹没用，没法帮你报仇。念好，念好。来，苗大侠，劳烦你，一剑刺下去，送我一程，让我去见我的孩子。苗大侠，田归农，从此以后你我再无瓜葛，你走了越远越好。苗仁凤，你有种就把我杀了，不许走，你给我回来，回来。我现在双手空空，我哪里还有脸见他？掌门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我不要回天龙门。我们也可以先不回天龙门，我们去京城。去京城？掌门，您忘了吗？苗仁凤的把柄在我们手里。你是说红花会的那封密信？好，即刻去京城。是。
吴大哥，帮我关下门。苗大侠的眼睛见不得一点强光。程姐姐，苗大侠的眼睛究竟是什么情况？我手劲都出汗了。刚中毒时便知这毒药厉害至极，如今又耽搁了几日，姑娘直说无妨。苗大侠中的毒的确是世间罕见，毒辣至极，如果我没有种出七星海棠，也不敢说自己能解。我就说嘛，程姐姐是药王谷最厉害的人，全天下就没有你解不了的毒。胡大哥，小妹，劳烦二位帮我打个下手。七星海棠虽有剧毒，但要看怎么用。如果用来害人，它就是无药可解的剧毒；如果用来救人，它就是天下无双的神药。姑娘，试问药王谷的依琛先生是姑娘何人？程姐姐是药王的关门弟子。苗大侠，依琛大师是我的仙师。仙师？依琛先生他是，他已亡故了。姑娘，你好心依我，在下感激不尽，但因曾与尊师不相为谋，若此次不是尊师派姑娘前来，那我苗人凤就不占此便宜。打扰了，姑娘请回吧。苗大侠光明磊落，行事坦荡，当之无愧大侠二字。但苗大侠可知道，我师父早已不叫依琛了。三年前他改名无尘，直到他撒手西归时，早已大彻大悟，无尘无悔，怎又会记得你口中说的旧怨呢？我明白了，如果药王前辈还在世上，他也会让程姐姐来救苗大侠的。世事变迁，逝者已逝，那在下只能恭敬不如从命。有劳姑娘。夫人，您都两天没合眼了，先歇着吧。归奴也该回来了，孩子也会回来，我得赶紧修好。老爷这一去一点消息也没有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不许胡说，老爷武功高强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夫人你听，是不是老爷回来了？夫人，孩子呢？我们没打过苗人凤，兄弟们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就剩我们几个了。
七星海棠触及皮肤，奇痛无比，常人难以忍受。三天之后，疼痛便会过去，眼睛会感到又痒又麻，难以忍受，那时候眼睛便会好起来了。小妹，扶苗大侠去休息。快去吧，有劳姑娘了。苗大侠，孩子交给我，你放心吧。瞎了，我只是想等他眼睛治好，再光明正大的杀了他。可你想过没有，他的武功比你高出好几倍，等他眼睛好了，你还杀得了他吗？我会杀了他，我会的。想什么呢？程姐姐已经治好苗大侠的眼睛了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开心呢？古怪。朕问你，这封信从何而来？回禀皇上，是奴才手下的武林人士截取的。华辉，贼心不死。当年皇上仁慈宽厚，以福泽天下的圣心饶了他们，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悔过重生。可是没想到，他们竟然在回疆死灰复燃，用心之险恶，实在是令人发指。当年贼首陈家洛及其党羽大闹京城，朕没有剿灭，不是不能，而是不忍。我希望他们回心转意，报效朝廷，乃大清之福，社稷之福。没想到执迷不悟，变本加厉。不是朕容不下他们，是祖宗的江山社稷容不下他们。皇上所言甚是。信上说，他们要在掌门人大会上行逆反之事。皇上，奴才有一个计划，既然他们想在掌门人大会上有所行动，他必定会先派人混入其中。依奴才所见，我们暂且按兵不动，来个将计就计，就在大会那天将他们一网打尽，永绝后患。不可再出任何差池，奴才定当竭尽全力。起来说话吧。这你为了朕勤勤恳恳立了不少功劳，朕是知道的。能为皇上分忧是臣的福分，能有这份孝心朕甚感欣慰。朕知道你手里网罗了一批武林中人，办起差来自然方便。但朕要提醒你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别看他们满嘴仁义道德，背地里干的都是打打杀杀的勾当。
多动动脑子。忠心的奴才要赏，二心的奴才要杀。谨记皇上教诲。朕的宝剑赐给你，便宜行事。碰力，怀中抱月，上不抢刀，亮刀势。在下没有备好食材，委屈各位了。苗大侠，一会儿我去集市上跑一趟，割些肉回来，好好谢谢胡兄弟和程姑娘。肖叔叔，我也要去。程姐姐也跟我们一块儿去吧。哎，程姑娘还要给苗大侠施针呢，你别瞎添乱。苗大侠，兰儿交给我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。拜见大人。大家都应该听说了，田掌门立了大功，皇上很是欢喜，就连本帅也受到了嘉奖。恭喜大人，贺喜大人。田掌门当之无愧的功臣，有功必有赏，你想要什么？能够为皇上效力，为大人分忧，已是属下的福分。属下什么都不要，只要皇上和大人高兴，属下也就高兴。这枚玉扳指是皇上赏赐于我，我就把它赏给你吧。属下跪谢天恩。田掌门，起来说话吧。你可知道，依照皇上的意思，特意为天下掌门人大会打造的龙碑，代表着天下门派至尊，本来是要在掌门人大会上决出的，但你立了大功，这玉龙碑就先给你们天龙门。谢大人，谢大人。这天下武林门派多如牛毛，能得到青龙杯和银龙杯已属不易，这玉龙杯更是翘楚中的翘楚，天龙门风光啊！
但那封信中只提到他们会在掌门人大会上有所行动，至于什么时候行动，怎么行动，牵连到哪些人，如今我们还一无所知。田掌门，你还要仔细调查清楚这些细节。请大人放心，属下一定会做最好的安排。剿灭红花会不仅是田掌门一个人的事，而是整个朝廷的大事。如今田掌门已经有了线索，还请诸位多多相助，到时候论功行赏，在场的每一位都少不了。我等与田掌门共同为大人效力，自然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更何况田掌门手段高明，连红花会这块硬骨头他都啃得下来，我等心中佩服得很呐。客气客气。一切还是听从大人的安排。哥，你有什么心事吗？没有。胡大哥，你千辛万苦找到我，就是为了帮苗大侠治眼睛。如今他眼睛一天天好起来，你好像越来越不高兴了。林姑娘，你误会了。当日在药王谷，你我虽不相识，但你也没对我撒谎。今日你怎么骗起我来了？我没骗你。你一定有事瞒着我。不过人人都有心事，你不愿意说，我也不勉强。只是，下次别再骗我了。苗大侠，从今日起，我会每日为你疏通血脉，为你施针。程姑娘，你的疗毒之恩，苗某感激不尽，不知何以为报。你这句话才叫我承受不起呢。啊，我自己来。有劳你了。小兄弟。也多谢你了，苗大侠客气了。这几日听你言谈之间，说起过许多地方，没想到小兄弟你小小年纪，就已见多识广。不过是居无定所，四海为家罢了。六年前，你又没有去过一个叫商家堡的地方。世界。